让我们欢迎人气男演员李光洁。欢迎，哇，紫罗兰的一身的西装哦，非常的帅气，欢迎我们的李光洁。来，我们有请。这个我们先访问完了再拍好了。最近忙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戏约不断啊。团圆饭等于是在元宵节的时候杀青了，然后可能在年是个新剧，对，新剧可能在年底会跟观众朋友们见面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当中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物？我在里边扮演一个其实干什么都不行的一个一个体工队退役下来的一个大哥，然后把散在各地的兄弟姐妹都找回来重新在一起生活的这么一个故事。听上去好像眼泪戏比较多的。没有，其实是一个还挺多喜剧因素在里边的一个戏。那觉得像演这种角色跟演平时的高富帅的形象哪个更好演一点？都差不多吧。实力演员都是这样，什么角色都难不倒你。好，欢迎你的到来，欢迎。谢谢，谢谢光洁。光洁走上我们的红地毯，欢迎你的到来。